呀，那边是布达还是佩斯啊？好多城堡啊！呀，哇哦！哎，这还有个那什么瞭望，就是望远镜啊，看。飞去去什么都看不见，我有点恐高，好吓人啊！哇，真好看，开心！我的天啊，真的是太美了！我从这边看那边城堡也好漂亮，看，真的漂亮。嗨 ，Hello。看我背后的美景，哇，真的很漂亮。对着树，哇，好有那种感觉啊，有点像在拍电影一样，真的特别像拍电影的那种开头。我刚坐完船，我以为只有15分钟，结果坐了一个小时。我们是9点半出发，现在已经10点半了。然后我赶紧回住的地方。他说还有讲，那个国会大厦就是欧洲第二大的一个建筑，然后还蛮有标志性的。这是渔人堡，下雨了。哇，太漂亮！这好像在给那个对面好像是国家议会大厦，我今天上午去的，就好像在给那个淋雨一样。我靠，好冷啊！我应该穿裤子。妈妈，我是不是在那个手机里面？对。哦，好漂亮啊！啊。这什么教堂吧？我感觉这边应该是教堂，对，这边应该是个天主教堂。它现在应该是关门了。这个是一下好像在这边。哇，这个灯光照人很漂亮。然后我看在下雨，那可能是雨水。哇哦。我拉下去了。我跟你讲，晚上有灯光，夜景真的好漂亮。
那元宝真的好好看。然后我今天上午白天就是不是去那个国家议会大厦嘛，结果买了票，结果我迟到了，然后20分钟他就不让我进去，然后我又买了一张，多花了5000 forint 福林，然后大概是100多块钱人民币，哦，好生气呀、啊！然后这边不知道应该是个餐厅吧。看一下，这边我感觉应该是个餐厅，它关门了。然后现在来渔人堡，明天要去泡温泉。明天上午本来想去蔡琳拍《马德里不可思议》MV 那个地方，但我不知道他这个是这个交通票包不包含里面啊。明天要晚点起来，哇，这个灯光真的是好漂亮。啊，我就是头有点大，头小一点就好。你知道他们之前说刘亦菲那种长相就是头包脸，然后我今天想，我估计就是脸包头，一直在那个有点像太空舱，你知道吗？一楼都是那种透明玻璃。好的，让我来导航一下，看一下怎么走。我们要向下一个目的地出发了。我们的城堡。哇哦！好看，元宝还有什么？国会议事厅。刚刚经过那个摩天轮，其实那个摩天轮蛮小的，但它就是晚上亮着灯还挺好看。但是那个摩天轮很小，还有什么？哦，还有那个什么山，不勒什么山，我想去一下。还有那个教堂，我今天经过那个教堂，但是就太累了，我没有去。然后学生票好像还有折扣，那个教堂可以去一下，然后那个山去一下，天空是绵绵的草，下面好像就下去了。我刚坐公交车的时候吓死了，哇！然后这边是这个，我上来翻他那个路口，哇哦！喝了这边的那个奶茶叫 fan tea，我觉得就是还不错，我觉得跟国内 coco 的味道差不多，其实还好，就是正常的奶茶的味道，就是跟国内没什么区别，但也没有说特别好喝。然后他们当地匈牙利菜也是，我都现在都不知道应该去哪家餐厅，决定随便随机走一下。哇，一大，准备逛逛，我感觉差不多了，我们准备去找一家匈牙利菜餐馆去吃个晚饭。哇，实在是太幸运了！我宣布布达佩斯真的是完美的地方。这什么东西啊？I can make you feel alive. I know.
买了好多东西啊，我发现还比布达佩斯要便宜。这个是他们的巧克力甜品。就觉得很特别。
这个是我的最爱，这个是这个我要留给我自己，就实在是太喜欢了。然后这个大概是100多块钱，你说可以少点吗？他问我有，太行。然后它这个里面包的是那种药头，有点像中国的那种香包，你知道吗？就特别香。然后这个也是手工做的，超级可爱。这个我要放在我的床头睡觉。